但一般玩阿克桑毒奶都会想个，都会选个双排反野，你知道吧？陈英雄中路推荐太厉害了，他一个都上不了，直接干到三万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不冲到国服打野，因为没有空打排位啊，兄弟们，我要那个，要那个啥的，那打职业要上班的呀。现在直播的话还不是工作，主要是直播就只能就是空闲时候给大家播一下，因为还是要打职业的呀，还在上班呢。等什么时候主播没人要了，主播什么没人要了，然后给大家再给大家直播。谢谢冲的啤酒，谢谢。妈的，什么阵容啊？怎么又上单飞机又来了？上把上单卡牌，这把上单飞机，我的天哪！这些人怎么玩的英雄都有点小奇怪了。什么屌毛，全是这种阵容。哎嘿，吃冰上午，主播顺手再把兵线吃完，兄弟们，全部都是细节。哎呦，你干嘛？我吃河蟹。你干嘛？我操！我走回家了。不屈之枪，化中虚。好，你这样玩的，兄弟，我记住你了。不屈之枪，化中虚。我记住了，别让我逮住他了，说实话，可不要让我逮住了，逮住指定没他好果子吃。我们来补个大招。啊蹦！我擦了，这血条都看不见血量了，都不死的，都没血条了，都空了。这兄弟，这也不死，那也不死，这怎么玩呢？这都看不见血条了，都不死。我操，这 A 的是真慢呐！我说实话。这波稍微有一点点小痛苦的，他 Q 先好，我 Q 差了零点几秒，我有 CD 吧，我有 CD 啊，他 Q 先好的有点尬，如果是我 Q 先好的话，就他先死。哦，这波好难受啊，痛苦啊 ，A 不出来啊，真的是，感觉是端游的应该能 A 出来，这手游男枪差点味儿。其实我现在也属于一种，也属于算是偏练英雄了。我如果一直想赢的话，我会一直玩卡米尔，因为卡米尔比较好上分。我感觉现在我一直玩卡米尔，大概10把能赢9把。玩这种英雄还是不是很稳定。但这波飞机 W 你也得太死了，这波飞队友说实话玩的有点小凑合，真的，他直接放 W 怎么样都赢了，其实还有点小凑，刚好被瞎子死了之后放个死亡 W。就瞎子不用放技能杀他了，这是你不玩男枪的原因。我不玩男枪是因为他跟端游差得太远了，知道吧？我端游男枪很厉害，在韩服王者就乱杀，嘎嘎杀，把他蛋都打爆了。你们看我主页有视频，给他蛋哥都干晕了都。但是手游的话，真的差点味儿。我是男枪的话，其实倒可以先动一动，等阿克桑复活推荐了。
但是我的窝被动已经满了，知道吗？这句话不是很怕，可以啊，小扣子可以很 nice， 这波全都要蓝 buff， 小龙我全都要，其实好像是个高手，有高手，有高手，来个不假鞋吧，他们菜刀对的话可以找你出，因为我毕竟已经出鞋了，早点补这个也不是什么坏处。没有怨队友啊，这是给自我复盘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想，就是为什么这波会输，大家一定要思考这个东西，就为什么会打不过，从中的原因一定要找到。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怪队友，因为出了问题一定要思考。如果大家连着玩游戏最基本的思考如果都不去思考的话，那你是永远进步不了的。就想进步一定要思考。看到了吗？兄弟，可以打倒挡弄。如果没记错，瞎子已经是没大的。这打不死我，打他还不够。我吓死我了！我擦！死不了，死不了，这个死不了，这个还好。虽然我已经没技能，没技能那个在躲了。完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真死了。被老六盯上了，我怎么说？被老六盯上了，好吧，没办法。阿姆偷龙贼看，不是我教的吗？都是我教的呀，兄弟们。这发言要稍微接一下他，万一有人搞他，我们救一下。主播新学的炮弹，嗯，试一下。但我感觉还是黑切好呢。他说他第二件出银血，我所以说试一下。其实这个是很早的版本男枪了，就是幽梦黑切这种，比较早期了。我第二件银血剑看起来发言好像会快一点，特别是出暴击的时候。永恩做破败银血哪个好？永恩出银血，后面出银血，我现在比较喜欢那一套，出银血的那一套。这样子秀啊，不知道前锋怎么情况，一波30秒，可以杀死他，那我们还发现踢到单位也可以，但现在男枪支援团的时候被动其实没那么好叠了，因为现在没打野到那个灼伤效果，他很难一直保存八成被动。哎，这没人帮他挡，什么情况？你在弄杀嘞？
复活了两个，我操，能不能打？应该可以，我这里叠被动，这两个人其实不一定打过我。叫剩下的，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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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服了！我其实手按到闪现了，但是按到闪现上面一点点了，我当时真的反应过来了，真的是服了。我手点到闪现上面一点，有一点没闪出来。用炮跟人家对 A 呀、啊，兄弟！不知道金克斯技能吗？这不知道金克斯技能吗？你怎么不切枪啊？我当时真的按闪了，但是按到闪现上面一点。如果你们注意到啊，屏幕上面看不到我点击效果。如果你们能看到我点击效果的时候，以为按出来了都来了，兄弟。如果你们看到我的点击效果，你们是知道我差点就按出闪了，真的是差一点，太可惜了。直接就给我这哥们来一脚，你好，哎，你这过分了，回家把线吃，这线不吃太难受了，放五个游戏先吃下面，放了让队友去。哎呦，刚好两个参选号都丁给打死了，可惜了，还可以多吃点。哎，不会打大龙的，真的要分吗，兄弟们？好多野都不敢吃了。没干的，排位的人胆子没有那么大，但不是没有那么大，我感觉排位的人胆子比较大，这种还是要看一看的，万一打的话比较难受。我现在暴击有多少了？没有很高。但是我经济依旧是稳定，好吧，稳定发育，一分钟依旧一千。这又是一把等龙局，就等小龙出来，他们就爆炸，奇迹爆炸。对面就是一直拖到小龙，我们拿掉小龙结束了，就基本上是这样。因为这游戏现在不一定好，不是很好推塔，要等这些小龙啊、大龙啊。亚米尔现在强度很高嘛，还行，就是好上分吧，只能说强的话也还好，没有那么夸张的，就是感觉用起来比较好上分啊，就仅此而已。
分钟啊。我跟他推高地吧，一个我想当时想逼他手大，你看我看一下盲僧没撞他。哎，有点尴尬，我操，扫 A 了一枪，稍微有点小尬啊，有点小尴尬。我才没大招，大不了我。我感觉两枪够杀了，其实，没想到还够杀他，哎。妈的，等一下啊！花西区是啥意思？跟他杠上了，好吧，跟他杠上了。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是有点容易失误，有点有时候有点进不去，不知道为啥怪怪的。现在是这个男枪现在的那个神装，现在比较好用的一套神装了，最后再把幽默卖了。这套用起来好像非常舒服，我也不怎么玩这个英雄，手游来讲他不厉害，感觉不是很厉害。这地方大招挺难下去的，我确实有的时候不好下去用大招，但是一技能的话卡好位置的话还是挺好下去。伤害还挺高的，把把谁好吧，主播把把谁。为啥不打峡谷之巅？因为我的直播时间跟峡谷之巅对不上。